平安。伫圣诞节要来临的这个礼，对这个月开始连续几礼拜，伫咱的教会，这是所有的全世界教会共同的名词，咱耶稣基督的降生，或者大抗战的节气。特别伫大抗战的第一主日，非常欢喜搁一遍，来到咱的中间，通过圣经上帝的话，诚济咱的帮助嘛，共同。来名字来主理心，用敬虔等候听候耶稣基督降临的这款的心情，咱来分享这个充满盼望、充满欢喜、充满平安的信息。同时，咱嘛来主理心，特别看到咱教会，特别伫彰化地区伫昨啊伫这路边咧行的时阵，就看到有真水的一个布置嘛，圣诞的气氛，我知影讲。咱今仔日伫车头有要点灯，前几工伫县政府，互咱的彰化这个所在，通过咱教会，通过正教会共同合一，共同来分享耶稣基督降生的疼。唔好咱家己教会欢喜，嘛有整体，特别伫彰化地区，互这个所在真做一个充满盼望、充满疼、充满喜乐平安的所在。咱的教会伫遮所做，我非常感动。这就是一个敬虔、咧等待基督降临的一个真好的见证和准备。特别我即马服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事务所，牧师特别给我安尼机会，邀请我来向大家来分享圣经上帝的话。以外嘛，讲过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总会伫全世界普世教会。共同分享、共同敬拜内面，咱来看到耶稣基督伫咱这个世界，免安怎起坐，嘛真做一个疼甲盼望的记号。咱甘心来祈祷，为着阮人类的罪来拯救，将阮每时刻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永远常常甲阮同在伫地。在这个时阵，我的恳求，我的心灵，我的心思，甲我的活命、性命，互你。通过耶稣基督，通过阮等待、陪伴心来领受主耶稣你的降生的时阵，愿你对我亲自讲出你活命的话，搁一遍进入我的性命。求你打开我的耳孔，互我详细听你的话；打开我的目睭，互我。在这个世界，在找一个艰苦或是无平安的内面，阮看出这个盼望的记号，嘛，予阮的罪所宣扬、所惊喜，予教会所做的事工，在主内面吃做一体，将你的盼望放伫阮的心内，更新阮的信心，予阮伫大抗战充满欢喜、平安、盼望时阵。马上你的疼分享，予众人会变一种化解所在。我咧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仔日是大抗战的第一主日，伫大抗战第一主日的时阵，特别搁一遍，咱来回想，什么字是大抗战？大抗战的这个的字根吼，这个字是对哪定义来的？或者 Adventus。英语后来用这个字做一个变化，做 advent， 这有这个意思，就是讲已经来临，耶稣来临 coming arrival 已经降临伫咱这个世界，所以咱伫这个节气，特别是对十二月第一礼拜、第二礼拜、第三礼拜、第大降节，咱拢会了大降节的啦，节来迎接，就这个 adventus 这个英语，就是耶稣降临。伊来到咱的中间，成做咱的兄弟，成做咱的帮助。第一个礼拜，咱点这个一个 hope， 就是一款的盼望。伫大家一几款的等待的意义，每一个礼拜点一支蜡烛的时阵，第一礼拜是盼望，第二礼拜会使讲是 love， 是一款的疼。第三礼拜会使讲是一款的 joy 是啥物款欢喜喜咯。第四个礼拜是 peace 啥物？平安和平，这个平安和平不是咱家己哦，不是咱家己会发到有啥物平安和平，唔盲听，是因为通过耶稣基督的感谢，这是咱基督信仰内底的真特别的所在。所以咱第一个礼拜，
伫台港一个即个节期，今仔日是台港一个主日，通常伫全世界教会共同来探讨一个主题，来看到什么货？上帝伫咱中间真侪看的恩啊！特别伫台湾基督教教会对2013年以来到今，伫总会的整体主题就是用一个恩啊，或者佛教会真侪什么货？恩啊的记号。但是，这佛教会真侪恩啊记号，唔是咱家己真厉害，是因为咱有什么货？就亲像咱拄啊信佛会所用的这首歌，有一个。对上帝遐来的耶稣，将为着这个救赎出世，你传的道理，唔那是一个明白，迄、那个明白唔是空水无际的明白，是真实的明白。就是像咱拄只圣歌队，非常感谢你所准备的这首歌，上帝找圣子来拯救世间，教咱当救。诶，这款的好，这个五万，就是咱伫这准备圣诞节，也是耶稣基督降生非常重要意义。总是伫这地学习这个五万的过程内底，爱登起甲一个无五万的日子，也是人受苦的情景内底，所发出对上帝这款迫切五万的声音，咱共同来将圣经掀开。通过圣经上帝话来看，伊无五万，亲像无上帝的迄个时代，伊一个受苦艰苦的时阵，若要追求五万的时阵，伊是用安怎款的心情来做这款准备？伫旧约时代，特别是以赛亚书的第64章，有人讲这叫做以赛亚书的第三部分，叫做以赛亚 the third Israel 以赛亚。这是在讲什么话？他们在讲一个事情，我你离开天来降临，让这的山顶降在你的面前。在一个受压迫的世代里面，人的期待，还是我们面对我们人生无法度赢过艰苦的时候，我们真期待上帝降临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讲出这款的祈祷，但是你会发觉到一个事情。咱古者所读的圣经，包括咱 PowerPoint， 包括咱台语圣经的印刷内底有一个字，有可能迄个时阵拍唔对。唔是上帝离开天离开来降临是甚物回事？裂天而降是离开，亲像你把一张纸劈开安尼，这个天拍开，一只大力经过这个所在，上帝家己降临，唔是上帝坐遐观看家己。离开，伊是用真大个力去经开，伫这个希腊文或者，或者卡拉，这个卡拉是啥物货？是真大力把这个纸还是这块布拍开的意思？就是伫这个所在，上帝看到前面的苦难，求你啥物货？愿你出力将这个真黑暗的世界，将黑暗的这个去拍开，你来降临，不是上帝坐遐。对这个座位离开而已，是有一个足大力出力，上帝替咱出声帮助咱，因为这是一个真艰苦的世代，特别你准备讲到这个礼拜，也是你回想的时阵，常常拢会最近咧读一段圣经，嘛想到咱的教会，想到中华，想到我家故乡高雄，拢会感觉求助爱离开。裂天而降是安怎的？咱上华地区常常最近，安怎空气污染啊？哦，无常常有啥物话？空气污染的红色跟境界，红色阁算还好哦。有时啊，亲像咱上华地区的迄个啥子啥物话，不好啦。特别是前几工、几礼拜前啊，特别是几工前啊，我家己的故乡是伫高。我等你高雄去看我的爸爸妈妈，规个高雄，我感觉爱挂什么话？爱挂，不是 N95，是爱挂到什么防毒面具。啊，我的手机啊，搁有迄个高雄市政府传来简讯，意思是讲，若无什么代志哦，上个万顺嘛。这个时阵读到这个圣经的时阵，我上帝安怎离天降临？拜托来处理一下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主的降临，让咱
在这个充满污染的时代，也是充满这款不只是空气的污染、心灵的污染，也是真艰苦，真有混搭天感款。你找无五万的时阵，需要厝来帮助。特别对这个空气污染的内底，咱看到感款的祈祷，在这个世代用这个世代来看的时阵，咱拢在追求对天感民主、亲主。打开这个五万的天窗，伊家己降落来到咱中间的一块的五万。所以伫大降节的时阵，甲咱讲这个五万，毋是靠咱家己。重新倒来到上帝面前，重新来到圣经，特别伊找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咱才有真正。总是伫遮，另外，咱讲敬虔来准备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伫旧约时代中，咱看到伫一个乌暗无五万的时阵，但是即位以赛亚书第三以赛亚书的读者，甲咱一个真好的提醒，伊讲你勿惊通惊的代志，所安所无拍算，迄时就是伫过去你勿降临遮的山顶，当伫你的面前。因为抗用短短的重新带遮的以色列百姓去回想，至少啊，真简单来看，遮的事件拢是主上帝亲自降临去行一个像啊五万，但是嘛有一寡忝会提醒的代志，比如讲像人伤骄傲去做马背头，迄个时阵，大家讲同款胸口的话，上帝感觉人反正你家己要变真大。你袂记哩，我是上帝，骗乱口音。伫这个空气污染，也是来到彰化，咱的教会包括牧师咧关心台湾，这个代志，你唔通靠主你做生意，做做做大，你家己当作你是上帝。咱提出五万的提醒，因为你已经污染地这个空气，本来真水的所在，包含咱台中地府最近咧办一个。啊！咱的教会，张了教会，嘛有参与伫内底反对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游行，伫12月17号，含这同款，迄个时阵降临山顶，当伫你的面前来宣布耶稣基督，还是唔是讲耶稣基督上帝的开那是遮尔啊大？包括咱拄则读的10条诫，嘛是伫西奈山立约的时阵，上帝为恒。群众伫这个山顶亲自降临，因带伊这个人出埃及，也是讲这块拍破的石板，重新立法的一个石板路的，予遮的百姓，包括上帝伫群众亲自降临，对摩西讲话，伊这个人常常去提醒因的子孙，爱会记哩遮个代志。但是像咱的教会嘛，常常咧提醒。咱的教会，咱的圣兄弟姊妹，爱会记你讲，咱的咱是安怎行到今仔日，也是伫咱的生命内底，包括你的家族，包括你家己上帝安怎保守的一个记录。所以伫遮，咱会看到讲上帝对古早以来，人袂捌听去，耳孔袂捌听去，目睭袂捌看去，伫你以外有甚物款的上帝为着敬候伊的人行代志？特别，咱拄只所读诗篇95篇，就是伫咱的迄个启示22内底嘛有一个，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哦。佫一摆宣布，无一个生命，特别伫一个充满无共款生命、偶像崇拜的这个世代内底，从来无一个生命为着伊听候伊的人行代志，通常拢爱人提物件去拜。所以三千什么话，包括人有时啊来动这心，所以伫今年的三千什么话，感恩师父，赞叹师父。但是师父到替你做一无代志，师父到会替你死无这个代志。但是咱的五万是怎啊？上帝亲自来到咱的中间，特别伫咱伫什么迎接圣诞、耶稣基督降临，伊亲自成做咱的兄弟，伊搁替咱死。正做咱救赎五万的记录，所以伫旧约圣经的内面，迄个时阵，伊就去个别讲，这个上帝是幸好，为着幸好伊的人会惊代志，这是啥物货？你生目睭，我目睭毋捌看过代志，这嘛是用耳
较唔捌听起的代志，伫遮会发生。你爱了了这个五万的机构，特别来到彰化的这个所在，最近伫咱的教会真好，伫遮的产物，我嘛是感觉伫读这句的时阵，来到彰化，大家的印象真侪。后壁我住的台北，我的故乡高雄，啊，真侪来彰化就彰化省会八卦山。看到八卦山的佛彩，遐咱是寺庙真侪所在，过去嘛属地国啥物货，啊西边啥物妈祖经，哦啊东边啥物货南二仙，哦，就是伫一个心灵真侪所在，伫心灵真侪所在时阵，除了以外，除了上帝以外，即心灵到底敬阿弥的人做啥物代志？今仔日。上帝帮助咱通过咱的教会参与替这个所在祈祷，也邀请馆长，包括现任的为馆长，也是咱看到这个相，这是前几天的这个基督教文化部的一张相，也为着咱的牧师王牧师带这的政府彰化县政府的这参与伫政治公共事务的人，包括馆长，包括咱的老馆长钱玉泽，做会记得，将一个心灵真侪所在，但是才会宣布，无一个拯救除了上帝，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虽然真侪人搁听过，也是看过，但是毋忘，咱通过安尼嘛，互真侪人真正是领受着生命份做真正的毋忘。咱的教会伫遮的兄弟共同，啊，伫今仔日。下暗咱有一个点灯，进前离县政府的头前，拢是要伫这个所在，互相化请做甚物会，因要宽容这个五万，将这个所在请做是一个耶稣基督五万祭贺祝福的所在，重新互这个咱的这个彰化这个所在充满耶稣基督的天。这是咱的教会共同，咱的正兄弟共同的努力，为着安尼，所以我伫遮，其实我非常的感动，我嘛向永福教会也是彰化地区遮正教会学习着，通过咱所做，通过遮兄弟恁所做的遮的行动，像即款耳朵无爱听去，目睭无爱看去，即款五万的信息，互即个所在，互彰化，互真侪人知影。耶稣基督是真正生命的主，特别圣诞节，毋是咧庆祝圣诞老公公啦，是知影有一个耶稣基督为着咱，为着听，为着五万来降世。但是今仔日咱的题目是所谓敬献、听候、基督降临，非常特别所在。以赛亚所的度假，通过几段圣经甲咱提示，甚物会是敬献？的态度，包括咱家己的生命内底，常常咱来看到咱的圣经，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第五节，你娘子迄个欢喜，行伫纪念你堕落的人，行伫公义，求主纪念，嘛，互咱会使会记得行伫主的公义的道路。看，你捌受气，我捌犯罪，是像安尼根本，我还有得救吗？真侪反省检讨，特别咱个备案，耶稣教教精神救助，帮助咱会使真侪检讨反省，伫咱个生活对较无合宜个所在求助帮助，互咱成做迄个清气个人，总是毋是靠咱家己，咱来通过耶稣基督个拯救。那么承认咱其实有真侪时阵，咱实在是无去看个亏咱是安怎，我亲像。迄、那个无清气的人，第六十四章的第六十，所谓伊亲像拍误会的衫，阮是拢亲像受救渐渐打去，阮的罪过亲像风甲阮吹，互相的非常生气，咱承认咱的罪过，但是咱有一个愿望，耶稣基督用完全的天甲包容，伊来到世间，上帝亲自来撤销，来赦免咱的罪。但是，佫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咱来求救你的上帝的名，伫
以赛亚书的度假用一款反面，但是带出一款正面的行动。伊讲，佮无人求救你的名，是无人化上帝的名。所以咧，提醒咱爱甚物话，咱爱求各上帝，上上帝祈祷内底求上帝帮助。无人出力轻调你，无人出力去掠掉上帝的应允。咱有福气来到教会，通过敬拜，是咱逐天的灵修掠掉上帝，掠掉上帝。咱亲自向上帝讲，咱爱掠掉上帝，咱唔通行歪错去，因为你唔认唔看我，因为我的罪过比较少，所以咱安怎？佮是便利来看一个时阵，咱谨慎反省的心，求救主的名，咱佮一遍来到主的面前，咱一遍伫大抗战，伫佮是一遍信仰、良心的面前反省，咱用谨慎、忠实的亲像对主条条的这款紧紧抓住、安安甲主把握着的这款的心情来过今年。诶，大概即期今年的圣诞节，总是另外惊惊伫人的骄傲内底，会将家己当作上帝。所以以赛亚书的读者嘛是甲咱第一摆提醒，搁一遍，咱承认咱家己是啥物货，咱是人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是烧火啊，会使有咱亲像可以所约束着的受造物，总是上帝亲自。来创造咱，但是咱唔通骄傲，把家己当作上帝，因为咱的社会真侪人会感觉我什么货拢真厉害，伊可能有真好的金钱、知识、财富，伊有真好的条件，但是常常人伫骄傲内底袂记咧上帝，即个降生上帝通过耶稣基督降生的母人，而即款人的母。因为伊未去记起，伊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咱去倒一摆，倒来，耶和华当你犹原是我的父，表达一个真亲密和主的关系。但是咱爱和上帝真做上帝，咱人唔通家己真做人。最后一节祈祷讲，求主耶和华，你唔通大受气，你唔通厌烦，记着这个罪过，求你阿乐来看，我拢是你的百姓。阿乐是台湾话内底真水的话，即讲到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神学的意义，也是讲迄个耶稣基督降生一个真特别的意义，叫做上帝家己阿乐。迄用英语来讲，即叫做 accommodation。accommodation 即是啥物意思？昨暝我看到牧师的孙仔伫保罗的镜，伊个啥余光啊？如果咱要向囡仔讲话时阵吼，囡仔咱爱甲安怎？阿卡无底线，就是咱爱甲鼓励，啊，甲抱起来。你若无家己压落的时阵，囡仔伊就安尼，伊甚至要帮你帮袂了。所以是人，也是讲即个老爸，也是阿公主动阿卡无底线压落。啊，即个压落就是上帝通过什么话？咱人无可能变上帝的时阵，上帝甲你阿乐，伊个阿乐的意思就是啥物话？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这就是阿卡无底线啊！所以求你阿乐来看，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大抗战就是咧等待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阿卡无底线，甲你阿乐，咱是上帝的小 baby， 以阿乐来听咱的声音，应是关关的天。伊拍开天的离开，伊家己降临阿卡摩底逊来到咱中间，真个是真水的祈祷。求你阿乐来看，咱一边搁个别伫上帝的面前，咱是伊天的百姓，伊家己来拯救。所以伫大抗战，今仔日用一个大抗战第一主旨，透过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咱看到上帝阿乐，咱用天线等待彼般。耶稣基督降临的这款的心情，来看到讲，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世间，咱看到圣诞树表示圣诞的脚步，今仔点起五万的蜡烛，来迎接耶稣基督这个五万
会消失的时阵，咱搁一摆来回想，其实耶稣降临伫世间是上帝阿卡姆底上，甲伊阿勒来怜悯咱的苦难。咱每一个人生命当着真济不足的种种的代志，可能伫你家己拢无法度处理的时阵，是咱爱有这个信心和毋茫，上帝家己通过耶稣基督阿勒阿卡姆底上来到咱的中间，嘛通过上帝用接近人的方式，伊毋是悬悬在天的上帝，伊是离开、拍开，来到咱中间，成做迄个定时嘅受苦死的这个耶稣，伊用接近人的方式，就是像咱教会今日去伫这个街头后礼拜，即几礼拜后礼拜，咱嘛要备办啊，最近伫彰化哦，即几年拢圣诞彩节，接近人的方式。阿卡姆底上，予人捌着耶稣基督是甚物名？这是上帝主动的拯救，真正来恩啊！今仔通过这段圣经，咱共同来思考，共同来感受嘛，来看到这款的阿乐的恩望内面，咱警醒等待明白的心。但你看，我安那无代无志，用一个红丝带连起来，特别伫咱的台湾基督教教会思想里。受苦的这的人，也是普世的教会共同的信仰发展内底，予咱真济提醒。圣诞节毋是呾教会欢喜的日子，特别爱去关心即个世界受苦的人。所以，伫每一年的十二月第一主日，除了是大抗战第一主日，伫1996年开始，通过普世教会，通过咱的总会，特别我伫总会真济。青年大专的干事的内面，特别常常讲到这个代志。1995年，咱的台湾基督教教会是台湾头一个宗教团体公开安怎关怀 AIDS、HIV 这个，伫这个世界正做真侪人艰苦的一个一个艰苦的一个病等等的。所以每对1996年21年前开始。每一个12月第一主日，除了是大抗战第一主日，嘛是甚物会关怀爱主的主日。因为呢，其实世界对 WHO 世界卫生组织伫1981年左右定12月初日做关怀爱滋日的时阵，伫1980年代其实第一个病例就是1981年，也是1980年左右的12月初日。发觉的 HIV、AIDS 的这款的 AIDS， 伫这个世界真做真多困难的病，共同来关心。所以，咱的教会其实伫1990年通过咱看这个周报内底有介绍，我嘛是当时通过总会我担任着WSCF 就是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亚太区的负责人。台湾的参与，因为我即马担任青年大专的干事，就是爱去参与伫即个内底。其实是对遮个真有理想性的青年学生的反省和妇女的反省，感觉咱爱去了解和关心遮个艰苦的人、艰苦的生命，嘛通过好势教会努力，咱个嘛通过青年和总会大专妇女的提案。伫1996年嘅总会通过关怀爱主纪念主日，就是十二月嘅第一礼拜，配合世界爱主嘅这个关怀日，这是甚物会？毋茫上即个耶稣基督来到上艰苦嘅人一款毋茫，嘛进入伫受着即款病艰苦嘅人。第二点是1992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来决议，每一年的今仔日是甚物会？国际身心障碍日。我伫咱的教会伫遮，咱若看一个真水见证，咱拢会看到有一个姊妹，我逐摆来拢会看到伊牵迄个训练伊个甚物会？导盲犬，帮助身心障碍的人。咱今仔日特别纪念这个代志，因为这嘛是耶稣基督关怀遐。有身体受无啥受个伤害，也是健康较无
方便，也是有真侪啊，心灵等等的身心障碍的遮个人。伫咱的教会，咱台湾基督教教会对2000年开始发函，鼓励大家教会伫台湾做第一礼拜，共同来纪念这个代志。所以咱的教会后来这个代志嘛，影响伫台湾会注意讲，诶，咱即马设计教会，还是起厝的时阵，咱有啥物物爱无障碍设施，就是对遮来的。伫今年世界2017年的关怀的爱书，会遮的代志顶头，伊提出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口号 ：Increasing impact through transparency。Transparency 什么意思？和这个爱书疾病的这款的代志透明化。这个透明化是什么？就是了解啦。咱对这唔通搁有一款错误的观念，因为这即马是会使。控制虽然无法度去完全断根，但是你会当有吼，你卖把伊当作一个禁忌，咱爱去了解 transparency， 相对真正透明化。你嘛唔通，咱也唔通去歧视这个人，可能影响到一款的病毒的人。第二点是讲 accountability， 这是讲什么话？这是咱共同承担的责任。别人也是讲世界对着艾滋的这款，其实咱每一个人共同弄一个义务去了解、去关心啦，成做一个第三点 partnership 是甚物会共同的甚物会共同的伙伴关系、共同的关系，通过咱的关心来关心这个世界，可能是这款的病毒感染的人，来这个世界佫存在的一寡的问题。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partnerships， 即个透明化，有义务、负责任、共同承担，嘛成做一款的共同合一集体的关系。迄其实这拢是对对来，这拢是对抵抗者耶稣基督信息内底认真去关心，嘛影响着世界，而且卫生组织，伊当年伊咧做的即款的 slogan 哦，拢真合一。但看这个意义，所以这嘛是咱是教会参与伫世界关心的代志的内面，互相上无五万的人得到五万的机会。所以今仔日特别介绍这个时阵，包括今仔日嘛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的时阵，咱共同替遮受苦艰苦的肢体来祈祷。所以伫咱的教会。特别我即马伫总会咧服侍时阵，常常咧呼吁，伫圣诞节，也是大坎节的第一主日，咱嘛关心，伫这个世界，不管伊是有，所以 AIDS， 也是讲伊身躯较无方便，也是任何心灵创伤受压迫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来，互咱每一个人得到恩望，特别是遐足艰苦的人，所以伫今仔日。通过圣经，通过以赛亚书，咱共同来面对。咱敬虔坦台陪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也替咱身躯边，你也知影有甚物人艰苦，你嘛邀请伊去伫十二月的这个时阵，圣诞节做伙来教会。啊，咱看圣活队，昨下我看的咱青少的咧演戏咧陪伴。过来圣诞节的这戏剧等等，邀请伊进入教会，伫咱的教会嘛关心真济，啊真艰苦，也是伫生活出问题啦。好，伊来到教会，互伊领受着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阿勒阿卡摩底选这款物件。咱通过伫普世教会，互咱的提醒，通过咱基督教会所做，嘛通过咱教会永福教会含圣教会所做。咱毋嘛伫台抗战，互咱伫厝边、咱家庭、咱所住个城市，还是你工作个所在，还是你就读个学校、你的邻居补习班、安心班，会使得到毋嘛？咱共同来用一个台抗战个祈祷，这是伫印，其实是印伫咱个圣诗。这个祈祷就是咱天下、咱天下耶稣基督降临个祈祷，咱一句一句。咱家念出来，真侪咱今仔日的祈祷，马上
坚守等待听候耶稣基督降临的这款心志，求主帮助咱放下咱的心态，去活出真正的一个盼望，通过耶稣基督的名，予咱得到真正平安欢喜。咱做伙来祈祷，用真个祈祷文主耶稣，我们今下做伙来。主耶稣，我到全世界来，连天下你的来临，受压迫的人听候你的话，主好办事；受苦的人听听候你的话，主我爱；富足的人听候你开恩的话，主接受新的挑战；教会的听候你更新的话语，合一甲一致。我甘心必须听候你赐我五万三年和平。主耶稣啊，愿你听候，靠主耶稣求生命祈祷，阿门。